告诉你说它可以有插座，我可以直接插在插座上面抽。第一天吃巧克力厚片，超好吃。忘记排了，已经吃了的薯条，但是是好吃的。人因什么什么什么，我们考完第一科，非常简单，跟没有考的感觉一样。第一科会这么快乐？第二科就不会了。我明天会帮你录你上台的环节，谢谢你。可以吗？课程组组长。现在快要结束了，就把经费花一花嘛。哦，可以哦。其实这样看到喷起来的水，感觉水蛮清澈的，这样子。哦，那你可以去游泳啊。当然不要，很辛苦。跟语言最后一个报告说再见，要结束啦。久违四天踏出家门的我，刚去换了发票。这个月中了200块，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中发票，非常的开心。然后等一下去考一科期末考，考完应该就回家了，再考三科就结束了，超开心。希望我没有看起来很颓废，我这几天都早上6点才睡。是一个准备看日出的早上，最后一天了，我只要今天再把这个表再编个一次，考到中午12点，我就可以迎接大概3个月的暑假。我觉得这个荧幕保护城市真的蛮漂亮的，
就是它会有一种太阳渐渐日出的那种感觉。然后我平板现在被放到这里来，因为我要充电，它上面是我的草稿纸。营业现金流量表，这是小雨轩家的电梯。Hello， 我们考完试了。Hello， 他的准备开箱的东西。对。为什么你看起来不像是考完试？啊，没有，因为我还在执着那个平衡点、平衡的东西。好了啊，这辈子都不会编，就算编平线流表也不会对了。我第一次那么想看考卷。他在动哎、欸！为什么我忘了、欸？那个鼻子不是他的。他在吃东西、欸，他在吃草哎、欸！真的好，你看，哎、欸，真的好可爱，好可爱哦！你有跟他互动吗？跟他聊聊天？你有带他去玩老油井吗？老油井。避免被出现，老油井。